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，在我脑海里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。好听吗？我特意学的。许楠楠，下个月就要高考了，你有想报的学校吗？最近老师都喜欢鼓励我们考出去。去远的地方看看，但我不想，我只想留在凌城。我是不是很矛盾啊？让世界见，我希望你考得越来越好，我又希望你能回来看一看。好了，许楠楠，祝你高考顺利，前程似锦。我们的天空都是蔚蓝。许楠楠，好久不见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距离我上次陪你过生日已经过了两年了，生日快乐。回忆把未来在冻结着，是我们再也回不去。我你分科了，你看我选的理科，你没想到吧？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，我本来是选择文科的，你也知道我一直想做记者学新闻，但我觉得你走了总得有人替你守着这片心吧，所以我重新做了选择。李楠楠，你的林子我替你守着。今天我去你学校转了一大圈，南门那家米线不错，应该会是你喜欢的味道。但我怕打扰到你，所以只是远远看了你一眼。但我已经很高兴了，毕竟这是五年多来第一次见到你。许楠楠，大学生活愉快。与爱无关，是神退去了。许楠楠，好久不见，你感到回来了吗？你感到回来了吗？楠楠，别怪我，我是真的很想把你留下，但远离我，或许对你才是最好的安排。见到你很高兴，真的。你定格的谎言，你看不清誓言，曾经的好的坏的不过是一个标签。你给我的永远是童话故事里的最终紫色，只剩下卑微可怜的勇这么认真，我会不好意思的。
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好像在做梦，我有时候都会怕这么美好的梦是会醒的。这不是梦，我就在这儿呢，哪也不去。西啊，你怎么来了？他们刚刚告诉我，刚才抓人的时候有人受了伤，让我赶紧过去。我正好路过你们家，我就叫你一块儿。他们怎么没通知我？我跟他们说了，我通知你就行。啊，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啊？没事，你在家等我就好了。那你们注意安全啊。走吧。在这里，有坏人追我们，咱们快走！爸，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救命！啊照片里的事情，你不想人尽皆知吧？来找我，否则看到照片的就不止你一个人了。徐记者，你说你得罪的人还真不少啊。你跟我说照片拍的模糊。哎，今儿给你拍一个高清正版的。嗯，拍呀、啊！愣着干嘛？我手里有了这些照片，他就再也不敢回林城，更不敢见那韩队长。咱俩目的不就都达到了吗？哎！再不拍，我连你也一块做。走你不听、啊，这下你可别怪我了。哎呀！我不知道他会这么对你，我已经报警了。快走，警察马上就来。滚开，娜娜！哎呀！没什么。徐娜娜，你会后悔的。你等我送你一份大礼，徐大人，你等着。
西周。你怎么？没事了吧？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西亚呢？他没事了，你放心吧。来，小心啊。还有程江河，你的录音就是最好的证据，他已经认罪了。太好了，十年了，这次临城我总算没有白来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韩西城，你不用跟我道歉，这次事情才算是真的过去了。以后，我们以后都要向前看，再也不要回头了。外界的声音，也不要去看网上的言论。你很勇敢的，韩队长，你是不是太小看我了？我没有那么弱不禁风。弱不禁风也没关系，有我在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韩西周，不要觉得你没有保护好我。你不要有负担，真的。只剩下卑微可怜的勇敢。放开我！对不起，没事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。对不起。不用着急，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呢，慢慢来。我答应你，不管你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一定会陪在你身边的。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们有看到许记者吗？许记者？没有。队长，许小姐给你的一封信。那个能打温柔流的电话号码，我不得来电，你从来不接，是否不方便，是否打扰到。韩西周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决定离开凌城了。原来年少时心动的人，重新遇到也会再次爱上。谢谢你让我知道有人十年如一日地爱着我，能再次遇见，找回有关你的所有记忆，是上天赐予我的幸运。我为我的不告而别向你道歉，希望下次见面我能还你一个完整的我自己。后会有期，许娜娜。
全身上下就仅剩下倦，挽留时不再擅长争辩，看着你潇洒转身，依然没有发言。那个人把不留的电话号码问候我的来电，你从来不见，是否不方便，是否打扰到你新的爱恋。那些人一直保留的合影相片，没有情调，是不愿和过去道别，不过是旧的习惯抓住不放。